扭一下帽子吗？什么叫扭一下？不要他积血或什么。我现在很这个哈，对对，压到背包里面，我觉得是刚好。哦，是哦，好。对啊。你加血，痰，凡事都是血。华智三号缆车吗？华智三顶。小心走、哦。我在看上面 会滴水。哎，我好像没有热身哎，猫猫。因为风大，所以那里有很多雪。嗯。那我们不回去。哦。应该是雨哎。觉得热的够不够啊？我的右脚穿太松，糟糕！糟糕！我现在动起来才发现我右脚穿松的。好像全身湿哎、欸。对啊，还是说也不要什么山顶，就滑到山脚就到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是全湿没错。或者是滑到山顶，又回缆车站，就再钻回去。哦。对，因为越晚越雪。
气了吗？先回山顶了。那坐拱多拉下去就好了。先去拱多拉。好。因为说在山脚等，不如在现在这里等。为什么？就是说一小时后，他不是说就要越来越雪吗？你是说？就谁知道嘞？就是因为一样。我在山顶等的意思是说，万一真的都变成是雪，那就滑到山脚去啊。对。那还算滑到一趟。嗯。那头头往后。那万一等啊等的都还是。不盖盖子哦。都还是雨很多，那就坐。没事，我如果把脚举起来一点，这样可以脚会短一点，这样脚会短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哇，这样比较收起来。算是比较干哈。对，好惨哦，我都知道。所以我早上才这样子想。预报。都变了，预热预报。会变了。都湿了。有没有两个人挤在一起坐，好像会互相湿。互相什么？弄湿对方啊！我也很湿，你也很湿，然后互相搓一搓。嗯，好。好，所以现在是。而且滑起来忽快忽慢，对，有点地跟我可能也搞不清楚这。那个慢的地方就是那个沾很湿的雪把你黏住，嗯，对啊，就有一点危险。我也觉得，我随时要崩掉，就要扑街了。怎么办？好糟哦！看半天，结果还是失算。哎，你看这个风，我们都已经撑到这个时候，然后出来还是那么湿。嗯，没办法，原来主人应该给你闹脾气，说不要滑就不要滑。我如果讲这句，你还会感谢我。但你没有来，你也不知道這。那不叫闹脾气啊！我说我闹脾气，说不要滑就不要滑，就是那种放他闹狠话说不要滑就不要滑，然后就好了，就。可是你提出那个提议，我后来想想，好像也可以啊。我说好啊，那难道你是在闹脾气吗？因为我觉得很可惜啊，我是觉得我是一直跟你吵说买雨衣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买雨衣。为什么买雨衣不是个选项啊？婆婆会不会湿透啊？嗯，要来救她。而且你上面都雨滴，可能什么都录不到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多惨你要把它录起来。不是啊，是你的。镜头前就一颗水珠，啊，对对对，都录不到啊！你还是把它擦一下再。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惨状。那个想当初那个也是这个状况。以前是飞雪，然后融掉，现在是直接是水。上一次的下雨就是秒惨，现在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一天的状况。超惨。这次这个雨比上次秒惨还大吗？还是差不多大？惨。上次秒惨是。滑的久，所以湿到透。那不用，那一会就很湿了。我都穿一个不是很那个的。我现在的裤子哦，紫色的破洞很多，而且紫色好像也不太……我不知道那个红豹纹那个是不是有比较耐，欸？很红豹纹那条啊。还是很热的。你在干嘛呀？你没拉哦？我在看啊。这个拉链我没有用过。我觉得裤子要冷进去，那就滑右边，可以回缆车站。好，注意安全哦，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好滑，欸，虽然很安静，声音很好，但是实在不太好滑。而且仔细一滑，我的脚也是坐太久还是怎样，我的脚还是酸的。坐着你也酸？我也不知道。还好，我们多穿一件不冷吧？现在还是，但是，不冷吧？
对，现在还是不冷。嗯，我回去，我们把裤子挂起来了，用那个夹的衣架把裤子挂起来，因为裤子都湿了，不可以晾在旁边。嗯。今天可以泡比较少人的温泉。我每次都觉得要咬牙，我都咬着毛巾呢，因为我觉得很想尖叫，因为我觉得够冷的。就他那个路还太远了啦，不能开门就到吗？还要他的光，你们有没有一个空间是两个门隔绝嘛？有啊。然后那个空间就已经超冷，然后再开门就哈。哦对吼，不对不对，我好像说今天我要去内的，我没有去过内的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我是懒。内的呢？哎呀，因为内的你要从二楼再去一楼才有内。对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用了专用入口之后，你再搭电梯再去一楼才有。对啊。他就不想去看看吗？不想。那今天很冷，这样说不定。其实温度是一样的。但是内的就没有那个出去那一下很冷的时候啊。欸，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电视，然后电视会秀多少人这件事。然后呢？我以为我现在猜测那是人工更新，因为我在坐着洗的时候，旁边有工作人员在摆面盆，把它一个一个归位，然后椅子摆好。那我觉得是那个摆的人负责。欸，你出来的时候除了喝麦茶，你会擦一下乳液在脚上吗？没有，我还不知道乳液，我只有看到麦茶。欸，还是男生的没有吗？女生才，你的化妆台吗？应该可能是有。对啊，那桌上都有。昨天的有一个是透明的，有一个是白色，自己觉得白色的感觉比较有用，我就来用它白色的，透明的感觉比较没用。虽然它两个都叫，一个叫 lotion， 一个叫 cream， 透明的我叫 lotion。欸，然后我的印象 lotion 应该是白的。这里感觉雪比较多一点。你说下面的雪？你看空中飘的东西。我什么都看不到啊。有啊，白白的在慢慢飘，反正飘到我们身上全部化掉了。对，我们太热了，也是化掉没错。不止我们，是气温的问题。气温不是零下，那就没有那种说什么啊，变冰块啊，变雪什么这种事。对啊，我就说真的是很难讲哎，那票的那个买不买，为了便宜而买，然后到时候又不好，那怎么办？你说找鸟票这件事吧。对啊。嗯，我觉得依照我们有这种做研究过、有去过的这些地方，我先问一下一个问题：我们早上拿出来的时候，雪板应该都是全干的吧？对啊，然后。OK。我说最后一天不滑的话，我们被运走的雪板可以很干。所以那天就是吃完饭。你觉得住毛袋湖不可能好了，对不对？免费耶，我滑。也不是免费，也要花自己的车费，是不是免费？是这样吗？你看，你现在看得到了吧？看得到什么？雪啊！很缓慢的飘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高度以上，然后听声音，飘的没有雨声了。哦，嗯。但是要这么高哎，根本都快到站了。对啊，现在是风声，不是？要放脚了吗？还是等会再放？后面这了，难道这里就是雨雪交界线吗？我觉得不大可能，那么夸张吧，又不是每一次。每一次可能就上面那块真的就没事啊，我记得是没错啦。但是我那个换你放，我耳朵有耳压变化，换你放，差点就会踢到了。突然觉得它好重，不是它很重，因为风在吹，风压很强哎。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觉得稀少的顾客终于来了两个，前面有一车有啊，有啊，他就走过去，太长了，我外套都有拉吼，我外套拉链都。有吧，你脖子那边看起来好空啊，一个大空洞在那边，恩斯沃耶，这边真的是雪，但是我们站出去也是融在手上的，好烦，不知道，因为都湿掉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干干的。嗯，去
现在应该是那些水滴都，这怎么好像有咯咯的感觉？我怕怕。我的衣服就是，我的衣服就是吸水的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笑眯眯的员工。是雪没错，但是他就我们是雪包，雪包有啊，你看手上，看不用看，那个目镜上面就开始画了啊。不对啊，我外套根本就没拉，你给我骗我！我跟你说，你说我外套有没有拉，你跟我说很好。我刚问你说我外套有没有拉，你跟我说很好。你刚有拉起来吗？我没有拉，我就是觉得我这里是不是空空的？然后我问你，然后你转头瞄了我一眼，然后跟我说没问题。你这家伙是我在帮你看，然后我问你说我的有没有拉，你看我一下啦。对啊，我根本就没有拉好，然后你还跟我说从一开始就没拉好。对，刚刚就没拉了。但是我看的是胸口，我以为你问的是说嘎吱窝。不是，我在问领口。啊！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来来来，没救。哎，不过比下面不湿。都粘在身上了，但它现在就是粘在身上，会不会化掉的问题？会。我是说变湿的速度比下面慢。想半天还是来滑湿湿，真的雪不错哎。很难说，我现在前进不了。很安静，而且我很比较危险，是我杖插下去，我杖插不起啊。对对对，我杖插到好，我刚刚差点杖就要掉了，好危险。如果是那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回缆车站，因为我们已经变凉了，我们就得再滑一次。雪镜要擦一下面，要手擦哦。对啊，为什么这样？那我拿口袋的卫生纸。而且下面可能会很不好痛。哦，有路。哦，我拿不到哎，奇怪，我今天有用。先下。哦。感觉不是很像，是下面那些雪的状态，它被水弄到
真的看那个雪堆积的样子，好像松紧，但是其实真的很难动啊。对，很难动，倒是真的。很湿哎、欸，我们两个都很湿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冷下来的状况，其实就是湿。因为衣服已经湿掉了，它就只会一直化。我冲不上去耶，我冲不上。对啊，上很低，是水都把下面的雪都弄了。我人在滴水，我在滴水。这里都可以刮，看到好像很厚一块。对啊，这几块，啊，怎么办？我在滴水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还是回缆车站吧。我在滴水，大滴水。对啊，看起来这样子也没有用。好，回缆车站。好，从左边还是右边？都可以，走右边比较安全。右边比较安全。不要离我太近哦，我今天控制力很差哦。缆车站哪一条路啊？你先走，我应该会走错。这是前面叫左边的。手套也都湿的，手到冻僵了。验证了上面是雪，下面是雪。啊，回来这里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进去，进去干嘛？啊？进去干嘛？进去让身体干一点啦。然后呢？你要期待滑下去是不是？然后三点，如果我看都是雪，那就滑下去。如果看都。一半雨一半晴，没有都是雪，那就坐下去。好，这样。